就是梦的啦。阿母，你妈艰苦啦。吃饭啦啦。拜谢。秋兰哦，秋兰啊，来给阿爸倒咖酒。好，师傅。阿姊要啉水啦。我来就好，你给阿爸倒三缸。嗯。我是讲，你有要紧无？无啦，为做做呢。秋兰呢？甲爸去饲牛啊。阿爸回来哦。嗯，回来。阿秋兰的代志，阿爸安怎讲啊？阿爸是无应承，我看。莫呢，就算讲阿爸反对，我嘛是要把秋兰带走，你也支持我呢。嗯。我是讲。いらっしゃい。いらっしゃい。どうしよう。なんでだろう。わらざい。心花呀，要紧食啊，安怎？食袂惯习哦。这个伊也真乖呢，啊，搁吃两粒嘛。来来来，唔免谢你哦，来，一只鸡腿给你。多谢。紧吃，免谢你呀，啊。吃鸡吧。你看嘞。不是干阿小妹，连大爷妈呢，真会恶落人呢。嗯，对，哼，啊，这查甫囡仔吼，较会堪要食苦，啊，查甫囡仔来咱家，嘛是对的。嗯，啊，将来伊这中医若是学会晓来讲，对因厝嘛是有帮助啊。对啊。是啊，新发咯，一定会堪要食苦啊。嗯，新发啦，你都要认真哦。乖，紧食，啊！菜硬起来，啊！你药啊，装好未？好啊。好。哦。
你那些。起来啦！啊，你明仔就爱去好好读册，药啊，人认你的，他先休困。好，我知影。为什么叹息嘞？小家计无。姊，你莫安尼啦！我听到你要用心话，你家己，我真正想要甲你扒落去。我本来想讲，等你姐夫等你家己，唔爱插你啊。也毋过，我若安尼转去，我实在足唔甘愿的。阿姊一定要亲身带你去好好读册，安尼我才会放心。姐，好啦，别再哭啊，阿姐吼，你都没力啊，你要抓好，趁小玲玲的，好去困啊。姐，我今麦阁唔想要去困，我想要去中国仔因读较少的。好啊，阿姐甲你做伴，去好好，就对人会着。好，多谢阿姐。新花啦，乖乖乖，本来想讲恁小妹秋兰要来啊，所以才会准备查某囡仔的物件啦。来，这领裤吼，先给你穿，几几工啊，我才来加布，再搁甲你做一领新的，哈。多谢。乖呀，来你外过，我甲你比一下。好，安尼知影。阿婆，我要什么菜？我要什么菜？乖。快点困哦，哈。这个是咱厝的人，外家的代志，拢莫搁再管才对。是啦，土生，我想，土是个是因为要让秋兰去读册，才会遐尼坚持，才土生加甲体谅一下。这是当然，也毋过，你甲伊讲，以后毋通搁再安尼，查某囡仔人嫁出去，搁当伊外家插人的代志，安尼上什么体统？人是安那想，哎，讲哦，咱咧好家阿爸咧去。哎，恁两个爹囝还袂困呐？啊。土生，我来讲予土师哥了解。土师哥这两天讲伊人无爽快，会吃酸，心肝头糟糟。我想土生敢会使开一寡药啊回家。啊，是啊，咱哪会安尼？讲是食咸是呛，食咸嘛。人唔好唔爱转啊。嗯，我明仔载吼，你带一寡药膳去互伊食。你甲伊讲，伊小妹如果若是办好事，就赶紧转来，唔通让恁卡账安尼，也买个固定，明仔落来搁煮三顿，做人的媳妇安尼敢会用？是，我知影。我明仔载卡账。土师哥无伫咧，何里遮尼无闲？袂啦，莫莉姐，你拄则讲土师哥伊胃无啥好吼，咸鸡签食伤济是无？安尼，明仔载你要去的时阵吼，为咱兜摕一寡米去，啊，先煞摕一块猪肉去，小可食一个油草，胃就较袂遐艰苦啦。啊，你甲都卡啥？啊，伊有下哦，卡起裤起裤。三四四四四，他几只剃头？哎呀，啊你嘛读较细声嘞！啊明仔载透早，恁老爸都要去农场做工课，啊恁念遐尼大声，哎恁敢真是袂爱困啊？哦，好啦，我来较细声。较早困嘞。阿姊，这裙要安怎样？
那尼努内诺，那尼努内诺。我就是要的，迄个汤吼，啥最好食的呢？天下的母亲白衣嘞！哇，你是咧找啥啦？啊，冰大个脸嘛嘞！哎。啊！你找冰大甲莲妈要创啥？你毋是要农场的？啊！中昼煞毋免挂扫灯来服务者哦。哦，啊，这树兰哦，若莫去读册哦，你慢慢咧撞来撞去，即马倒哦，有阿敏在了靠啦，困到即马还阁还袂爬起来啦。啊！物件放伫倒啦。啊！都放在遮。哎，啊！脏都放在遮，奈无去？哎，敢袂去互贼仔偷起去啊？哎呦呀，秋兰啊！恁的担甲这担这大担啦，你是唔惊脚晕动是？你是惊人唔知影讲你足骨力的啊？你透早就去做遐济工课，我叫是你还搁咧睏嘞。无啦，阿母，我听着无啥会听，我要去学校读册，当然出来工课嘛是爱做啊。我唔较早起来，哪会使？对啦，你若要安尼想就好啊啦，好佳哉哦。咱饲两个查某囝，这个无白饲的啦。你看秋兰，又好搁乖巧呢。你若生到查甫就好啊。你想要好无？啊？袂啊袂啊！你遮尔厉害，顶摆吼补食买了小包，结果小包掉在树仔顶。早知就叫你去就好啊，十个小包吼拢无够看啦。呵呵呵呵呵，好，你若想要学，我教你啦。徛好吼，吼，啊，开步。开步。嘿，脚面开，脚敢滑出？嘿，对。啊，手举起来，举起来。坐落去，安尼，头甲徛好，脚较屈个，安尼屈屈，啊，嘿，免伤屈，免伤夹，安尼，嘿，安就好哦，哦，啊，你倒遐练练脚尾吼，练好在五分钟就好，啊，我就遐身躯七七嘞，吼，徛好哦，啊，你目睭看头前，啊。念念安尼哦，袂使振动哦。哦。哦。哎呦！哦，爽死！哦，徛一分钟也徛袂住，阁想要徛五分钟哦。哎呦！哦，爽。嘿、欸，我鸡巴抓到。什么代志啊？我放伫橱仔内，迄盘鸡巴煞无去啦。嗯，昨暝我著明明看你放伫橱仔内，哪会无去？啊，都有影呢，含盘啊，规盘拢无去呢。怪遐奇。我知啦，伊毋是去互贼仔偷食去啊。
餐那头食鸡肉，连半也煞食落去哦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师傅，鸡肉去予餐那头食去啊啦。啊？无差，迄包鸡肉遐尼好食，迄餐那好像就空的啦。鸡肉是要调多少公？是啊。我无要紧啦，我才过来买啦。早顿你先食吼。我来做卖啦。讲啥要找人去读册，家己困到即摆，我也袂爬起来。阿姊可能是人无爽快啦。无爽快，啊是倒位啊咧无爽快？讲啥对你偌好，要找你去读册啦，啊家己困到日头晒脚床，还佫还袂爬起来啦。我看吼，伊是出迄支嘴尔啦，无迄个心啦。阿姊，你面色足歹看呢，你若无爽快，搁倒咧睏啊？我今日带你读册吼，惨啊！你若无较早甲我叫的啦。こちらこそ。你敢是阿坤姐的查某仔？是啊，我叫阿桃啦。阮阿爸是阿水呢。我爸看过你啦，妈妈看到你啊。啊，不过大家看到你的时阵，你拢在做工课，所以我唔知无招你去佚佗。我较爱读册，甲做代志，我无爱佚佗啦。安尼哦，是讲你唔敢读过册，你同一班，你一定对袂着的啦。哥，别紧啦，你若袂晓吼，问我，我是班长呢。班长，多谢你。起立！来，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再客气气。座ってください。そうか。新入生紹介しましょう。こちら長蘭です。ね、これからみんな仲良くしてあげましょうね。どうぞ座ってください。